给你们看看我的厨房有多肮脏，他们真的是不会打扫的嘞。我每次清理了一次，他们就弄这样乱。你看他们吃的每一面，碎啊、酱啊，地上也是，尤其是这里 ，Oh my God！家里寄来了这个给我，这个好像是会去除细菌，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我就要开始挂这个东西了，因为英国的那个病越来越严重。今天我开始又重回喝，这是什么啊？这个叫 mineral water， 华语叫矿泉水。我开始又在喝矿泉水啊，因为哦，我喝自来水来喝的话啦，我头发真的是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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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哎，希望头发不要再掉。是维他命。我现在基本上每一天都会吃大概2到3粒。保护眼睛的保养品，最近开始吃一些保养品啊。OK， 现在我要去学校了，戴着口罩，这样子，所以就这样子出门啦 ，Let's go。
performance psychology. I'm going to start by asking you a few questions. Who thinks this athlete had,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had mismanaged his wife, saying that bailiffs had turned up at their house? Otherwis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folks. Thank you. That's how I found it, and it's a bit creepy. I thought it was Photoshop, I didn't think it was real. Go to school for like yoga first. I don't know. Yeah, try like something flexible. Your hidden talent, you know? Yeah. I don't really know that my body can do this.只能戴，很恐怖。我去伦敦哦，很多人戴，很多人戴，可是全家都没有人啊。哦，真的腾空了。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在 Canterbury 戴口罩一整天啊，然后目前我的经验是没有人会对你怎样啊，目前啊，哎呦又要掉了。给你们分享我到底买了什么。其实我才买两样东西罢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重然后这样大个。
有点难开。啊，原来这个东西这样大个。我没有，我以为是那种小包的那种 refiller， 我没有想到是这样大个的，难怪这样重啊。是喷衣服的，也就是都是 Dettol 的东西。其实今天我戴口罩一整天去上课啊，这些其实我心里是有点怕的啦，因为我怕有受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以前英国还没有什么出现这个 corona 的时候，我戴口罩的时候就有一些奇怪眼神看住我，可以感受得到，然后也有受到被歧视的经验。今天呢，我戴口罩的时候已经没有感觉到那种不友善的眼光看住我啦，可是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种想法，就是讲戴口罩的人是生病了还是什么。可是自己也发现到，哎，原来亚洲人会戴口罩不是因为生病，而是为了会保护身旁的人，还要保护自己。373个人，而且已经有6个人死亡了，是突然间可以涨到50个 case 啊，还是有一次还是涨70个 case 这样子耶，所以就有点危险。等一下我再 update 你们。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晚餐啦，有白饭，这个是菠菜还有炒肉碎，然后这个是辣豆腐汤，虽然卖相很不好看，可是味道还是可以啦，有点像味噌汤。然后这些都是我昨天晚上煮多了的晚餐，然后吃不完，然后又是留给今天吃。影片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拜拜。